没什么问题。你让我皮肤呢？为什么我莲花呢？我蜘蛛皮肤呢？全军出击！别怕，明年还会送团一级探员四，我不带看的。出吧，你随便出，我肯定不带看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小丑打野很喜欢反野，知道吧？我们呢，这波升三再去上路，啊？我们让那小丑在那儿等，哎，这一波先看看红有没有啊？有红，但我不去，啊，但是我不去，我要来小丑的蓝，看一下。蓝没了，蛤蟆有没有？哎呦我操，这小丑，行啊小丑，惩戒放的挺快。这哪，这维克托为什么来这么快呢？这维克托。维克托为什么比狐狸来的快这么多？你大爷的！你还他妈赶客，让你赶客！哎，这红我不打了。哎，不行，这得打，因为小丑现在应该是在河蟹附近。我们不能让小丑白打个蟹，而我们啥也没干，知道吗？打完这个红 buff 以后，我们往下走，打个下路的蟹。哎，我就发现他们家这人怎么总比俺们家这人就是来得快呢？没事啊，起飞，降落，咬，漂亮！完了，维克托来了，可能。我知道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。小丑死了，小丑被谁杀了呀？这小丑河蟹控可以啊，有俩蟹全给我控掉了。回家了，应该是无敌了。出错了，出了个公众海。
真刮痧呀。你是风暴，我要写个铲子，直接过来把维克托尔杀了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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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丑来了啊，撤。这日女儿咋那么狂呢，回回的咋那么狂呢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太阳妹妹，太阳妹妹，哎呀，无所谓了。我们所有人都必须。这维克托在干什么呀？我们来中路赶快一波维克托啊！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下路应该小丑过去了啊。我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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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到了。哎，把太阳妹妹给我杀了。晕，哎，咬，起立，降落，平 A 走了，不打了。小丑搁旁边呢。来，狐狸给我上。一打不溜，哎呀，这盒挺烦人。哎呦，我漂亮，小狐狸，哎呦，我狐狸。我就没见过会玩的狐狸，他们家的小丑怎么打野打那么快呢？快刀手，打野王吧你就是。哎，他清了四十来个野，他把石头人清了，我不应该跟他差那么多呀。不过他控了两个蟹啊，但我也控了一个呀，啥玩意儿？大吹！啊，我鸡没打，我就鸡没打。差不多应该去一下上路了啊！哎呦，狗熊，漂亮狗熊！再见，不打了。哎，这小丑升级真他娘的快！我真正的美有，我打不过他，他俩人给我打。我三个人，我那都小人，他们都没用那些小人。这波小丑应该是去峡谷了，我们把这个龙给他拿了，顺便拿个蟹啊。看见没？这样吧，我先打个蛤蟆。
咱先打个蟹，然后再打个龙。不能说别人家打野啊，在干事的时候你啥也不拿，那肯定是不行的啊。这龙为什么回头了？56、57，这回还行。这维克托，我们先过来干他一波啊！推，咬，我是没太想到我能给他闪现打的，我寻思我随便打他一波。狐狸也不要蓝，那我们拉个蓝吧。往下走一波，扫描一下，我估计这里有眼儿啊。这个眼儿给他放在这里，给他们一点安全感，知道吧？给他放在这儿。假小丑，他们需要这小丑他妈的带的闪现呢。太阳没被应该也死，不是那小丑正常基本上都点烟，哪有带闪现的小丑？那小丑带闪现有个屁用啊！杀口。没用，有啥用啊？啊，你说他刚才跑了，那行吧，有用。这狗熊。哎，推！再见！哎呦我的妈！不至于吧，鳄鱼大哥！我咬！鳄鱼大哥呀！哎，鳄鱼大哥，推 A！ 得了！别！我有水上行走，你有吗？中，推 A 咬，漂亮啊！寒冰的一剑，我靠，这寒冰，一支穿云箭，完了，穿云箭倒了，回头打吧呢。推，这太阳妹妹，可有点厉害呀，太阳妹妹。我看你有多少个眼儿，排不过他。我看你有多少个眼儿啊！你给我放来，
推咬假的，这假的都不应该打呀、哎、真傻逼，打那假的干什么呀，不打那假的我都死不了。哎呦我这一个呱呱死俩，可以啊，卖了，出一个美甲窃魂卷。每一张网都是一个结局。我都没想到这居然是辅助寒冰。你们挺烦人的，你、嗯、你挺烦人的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能放过你啊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能放过你？你有点过分了啊！没他突然也给射了，我们先把他红给他打了。一打半溜，推。这鳄鱼为啥让我炸呀？这鳄鱼，哎，我不打这鸡儿了，这鸡儿一直咬我，别咬我了，走开！来，一打半溜，推。我今天必须得把你这鸡儿给你打了。谢谢波纳透的星空卡，感谢波纳透啊！对了，波纳透。你还没说你要不要 VIP 呢？一打半点亏，咬起立，降落，再见，亏惩戒。这鳄鱼是不是想的有点多？谢谢秘密的阿包，看看，别问问就要，那不给。谢谢秘密的阿包的飞机啊，感谢感谢。我只是想问你一波，那你问干啥？我不能问吗？
推，再见。人还挺多，推一打半溜，咬，哎，为什么我都把那维克托都缠住了，维克托还能放出来大招呢？谢谢波纳托的时空战机啊！看看波纳托多少级啊？看看波纳托，操爷，波纳托21级，波纳托级太低了。你身为跟猴迷妹同时出现的一位粉丝，你才21级，你好意思吗？波纳托，好不好意思？每天你都在干什么？你说？但是你不用因为自己的愧疚还给我送超级火箭啊，不用。波纳托，谢谢波纳托的星空卡。等波纳托到了哪里呢？到了这里吧。哎呀，波纳托上一个要不要到了我们25级的。干啥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秒不了你？咬！嗯。打吧溜，这狗熊行啊，这狗熊有点吓人呢、啊、我决定也来把狗熊吧。MVP 不是我，可惜不是你。